哎呀，爸爸这一把了。好，大家好，今天那里啊，刚去和老弟嘛，刚下河去下子，水也涨了，鱼也下了，还拿到一点鱼吧，下个网。嗯，还不能，要装鱼的。装鱼机。 让开！小鱼，小鱼啊！小鱼，你看这里多嘛？哇，你看，全都是鱼呀，这里。 这里看，哎呀呀呀呀！啊，全都是鱼！哎呀，鱼巴多多，哟，这么多鱼巴呀！哎，没什么挂的，拿个人拿就行了，拿着慢慢把它解开。嗯，拿着这里看。哦，好了，老李吗？好了。哎，no。 叔叔啊，还好，我给你领的啊，还好，我给你领的叔叔啊，天哪，长高岁，你是这样的帅，有没有？这个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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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也有几斤好好的。有几斤？够吃。你那个我跟他聊，你们跟他聊。啊，豆腐个表哦，你能跟着吗？哦，呀！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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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终于选完了，你看这么大一盆，可能也有五六斤鱼啊，可以可以，到货不错。够吃就行了。拿几条，去点吃素。别老定了，去点吃素。拿几条。
来聊着我们吃一点。今天够餐就行。慢一点，快点，快点来吧。慢点，快点，你慢。哈哈哈！哈，再要不要？走啊！哈哈哈！切了，好像中午我们就吃这里，对，还有鸡蛋，我们吃，知道？我们聊大台湾，我们今天中午吃。好的。准备调料，放点姜，放点盐，把它给炸了，稍微放点盐就行了，放点生抽，锅烧油，小事，哎，多一点，走这么多也够，走了，加。切点姜丝，拍点蒜。做个红烧鱼，姜丝打一下，打上 ，OK， 放上西红柿，放上蒜子，把鱼放进去，把它煮入味了就行了。
一根呢。那我们都捞哎，没，跟你们都捞没有哎，好好卤子，跟你们都捞。嗯，这样做好吃，香的香。嗯，又香又酸。很久没有这么做这个鱼了，太香了。哎，好，来，买哪一些来做啊？也好了。有啥的酸味？我们澳门的，我们这边的酸味哪个东西哪里？从哪里的？来跟我吧。对，我从哪里来？还不年老，这些年不老，我年老。你爸哦。没干干哦！哎呦！